那小区是什么呀？入门费是几十万，然后呢，押金是几百万，但是那小区里就建的跟小区一样，比较高级。然后呢，这边没有，有医院，也有自助餐厅。对，这种养老新型的方式，您觉得这种方式怎么样？肯定是。您觉得环境好？环境不错。反正这一片环境再好，这一片进不去。都是低工资的，都是公企业退休的这边，工薪阶层哪儿去得了？是没弄八万几十万，搁去不了、啊。因为我看事业单位的有的退休的也并不高，对，也有不高的。是，但没有比企业单位都高，没有不高的。高过几百块钱可能是。哪止几百呀？哎呦，那为什么呀？那谁知道？那真是。那您这儿一般的都是退休金是多少的？5000多块钱吧，30年以上，也都还行。人家退休的话，那28000。哟，那我们说实在的，我们聊这退休金呢，28000的还是少，真是少数。机关的行，就是企业事业单位啊，机关。事业单位的好像也有，但是特别少，差不多，嗯、都不到。机关的高，机关的基本就是1万出点头了。你像啊，这办事处的退休的啊，都得拿7000-8000。哦，对他们属于那个。对、那个、啊，是。那出退休多高啊？是啊。你事业单位没那么高，你这。那真是拿您这辈子也不容易。当时不是进企业待，年轻时候当时进企业挺不好的。当时那会儿要进企业来讲是好工作呀，真是。你要叫我们拿你给个公交卡管什么用啊？像我这岁数，嗯，没事儿，挤公共汽车去。您今年也，我看您身体挺棒的，挺棒的，挺腿疼。您今年有也10到80，您都这么大了啊？真没看出来，又没看出来呀？77啊！您这么说话，吓我一跳、啊。我以为您就60多呢。嗯，您这头发全白了，你看。哎呦！64年参加工作到现在，你算了多少年了？大爷，您年轻，您做什么的？不打，工厂啊。您做技术的吧？我觉得您这头脑挺清晰的。染料厂。哎呦，那是焦化厂啊，这儿化工厂，化工，你看现在还有吗？没了，全没了。咱大型算是大型企业。